道如何修改我们的动态横幅封面，首先点击管理专区，点击左侧工具列的首页 slider， 选择要修改的横幅，直接按两下，可以修改背景图案及产品图案。网站的文字描述也可以进行修改。您可以修改按钮名称，以及对应连结，也就是按钮 URL， 修改完按储存，接着到前台确认。网站横幅已修改完成。